国天空体育报道，前埃弗顿和曼联门将美国人蒂姆·霍华德参与了收购美国低级别联赛球队达根汉姆和红桥。天空体育报道称，美国大联盟足协已经证实，美国维多利亚陆足球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完成了对达根汉姆和红桥俱乐部大部分股份的收购。该公司由美国投资者彼得·毕弗洛伊德和克雷格·唐格尔领导，而霍华德是其中一员。集团已经成立了孟菲斯901足球俱乐部，该俱乐部已注册进入美国足球大联盟，并参与北美的其他职业比赛。霍华德在2003年加盟曼联之后，逐渐取代法国人巴特兹，成为曼联队的第一门将，为曼联赢得了足总杯、联赛杯和社区盾。他在2006年被租借到埃弗顿，并于2016年回到美国。